一包。老板，这个脱肥怎么卖的？2毛一斤。那我拿一包吧。怎么不是冰冻的？现在天那么冷，哪有冰冻的？那我不要了，我拿个辣条吧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个锁喉桃怎么卖的？锁喉桃5毛一包。哎，早知道这个辣条不吃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给你一包吃吧。谢谢老板，走啦。走吧。小螃蟹5毛。那这小蛋糕呢？小蛋糕1块啊，大妮。锁喉桃呢？锁喉桃也是5毛。哎，那我还是拿个辣条吧。慢慢睁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好辣呀！春风被辣着了吗，大妮？那冰块给你喝一口吧。让昨日悲伤。